遲啲或者唔會咁少嚇，咁你暫時開就係頂住檔都係要，遲啲會多幾步啦。Thank you.
好。門口有站喺度，有站，有一個站，我啲車全部擺曬喺度，啲貨車遮住咗。我以為新嘅名次嘅站同擺，貼咗呢度有。Thank you.
啲紅嗰啲先啦。你邊度啊？冇人攞係嘛？开车未啊？头位啊，得九个，我而家孭咗八个上去。系啊，我叻叻仔叻过你，几好啊嘛，出过嚟。好啊，有时间翻你饮茶啊，系咁。入咗火之后咧，入火啊！我八九個好多嘅啦，中途客咯，去到元朗區咯，諗住粉嶺嗰啲咁啦，邊度粉嶺嗰啲咁啦，去整站去元朗區啦。Thank you.
少少安全啲，唔好阻住人哋俾你行。過馬路得㗎。係啊，冇錯，一路得過去，因為有車跟啦，燈係啊，燈位好白。有一站啦，有喺度啦個站。呢個站已經擺咗喺度啦。據居民有一條是九巴，其他是新巴，係啊。佢又話有新巴投咗一條村。居民一條是九巴，其他新巴，唔係一條九巴，其他城巴。即係兩條嘅。有四條城巴。如果啲部車俾一條新嘅係九巴。買一買站，我真係真係多咗好多客咗喎。仲會將其中一條現有路線咧，扯埋長埋去黃河山邊。甚至乎亦都會有一條深宵線去埋黃牛山。這個巴士站啊，落車，但沒有要回總站落，因為全線都是雙黃線嚟嘅，專線唔係有例外嘅咩？冇噶，例外啊，全日新學深考啊嘛，係嘛？咩車都唔俾你，應該要好多都巴士例外咯，冇噶。工程車而家慢慢都俾佢。